练到咯，骁勇善战，真英勇，保卫家园最给力。可可以放进去了，可以不给爸爸，哎，我放到我的包里给。那个要放到篮子里的，大家都交了，你去。那我把这个拎走了。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个呢收起来之后要交给村长。我先坐快椅走。哼，你怎么了？干嘛？你去哪里啊？你会游泳吗？我上过游泳课的。哦，厉害死了！走，我去坐快艇。不要啊！你会死的。No！ 我先去了。你们不排好节目单，你们是回不去的。坐船回去啊！我就知道他肯定没那么容易把自己玩具交出去。你听着嘛，不行。琪琪，你有什么事情和我说啊？我生气了。哎呀，不要生气了，还有更多比玩具还要好玩的事情，还有那么多的小朋友都在等着你。天很热的，大家都在晒着，很热。那我是拉着玩具。走了，我们没事了。我去拿玩具了。慢点跑，别跑，别跑，别跑，慢一点。这新买的，不对，绝对不给钱。琪琪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包里帮你藏的玩具吧？还有几个小汽车，在我的包里。你给我拿出来看看。你上车我就给你看。好。